仁真，八阿哥的建议已经被朕驳回，你对当今旗墓有何看法？以臣认为应该立即整顿旗墓，不能够再俾八旗子弟享有特权，既食朝廷粮饷，又不是生产，长期成为朝廷的负累。不过话到底，大清的江山都是由他们先祖用血打下来。话虽如此，但都不能够抢汉人的田地来分给他们，又或者无休止地供养他们，长久以来只会造成贫富悬殊、满汉分化，实在难自救安。但是八旗子弟的生计又如何解决？义臣认为旌旗而狠可以一时。旌旗而狠就是由朝廷出资协助，等住在京城而有无业的旗人可以迁往德林一带的荒地开垦耕种，等他们自力更生，亦可藉此锻炼他们体魄，将来成为大清的生力军。这个办法双管齐下。好，仁真，朕就交由你去办。是王阿玛，义臣遵命。老十，你的战术没什么进步过噃。那你又怎样？看下点。看嚟你的技术都不是好得多少。你仲喺度嬉戏？王阿妈已经决定用四阿哥的方法去整顿旗墓啊！八阿哥，何解王阿妈会信佢嗰套啊？老四，佢左一句公平，右一句公义，讲得振振有词，根本就不切实际，难以执行。四阿哥佢将白旗子弟、白旗共主都得罪晒，到时候一定自食其果。佢有咩下场我唔想理，我只系担心京城会乱。最近京城被啲白旗子弟搞到立立咁乱，你系咪为咗呢件事心烦？最近我的确系为咗此事同王阿玛四阿哥争论不休。我呢个四阿哥唔认识政治，只系识得空谈理想，罔顾现况。点知啊？佢呢个人净系识弄虚作假，我以后都唔想见到佢。王阿玛，佢唔应该听四阿哥嘅意见，同白旗子弟对抗，咁样只会造成动乱，对大清毫无益处。其实兵锋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又点可以奢求喺旦夕之间强行解决？使我真系好唔明王阿玛嘅想法。大康熙皇帝管理天下民臣五十几年，我相信佢心入边一定有佢嘅盘算嘅。但事情已经迫在眉睫，如果唔立刻解决，京城会大乱，到时受苦嘅只会系平民百姓。我哋八旗子弟系咩啊？俾些小路费、农具，身口就叫我哋北大荒耕田，岂有此理！吓吓，京城就系我屋企，我喺边度都唔会去啊！如果朝廷真系唔出粮饷俾我哋，最多同佢呢个鱼死网破。冇错，最多大家同归于尽嘅啫。仁真，你最近推行呢个旌旗而狠新政，成效点啊？王家良，新政推行需要一定时日方可见效嘅，成效就需要一定时日，但弊病就即日见功。我打听到听日灵甫就会率众到王府井大街抬棺材卖妻女，到时试问王阿妈颜面何存呢？灵甫佢哋班人咁做，出丑嘅只系佢哋自己。系咩？我仲打听到佢哋听日就会趁机新事制造事端，逼朝廷就范，到时。我相信不是哪个丢脸出丑那么简单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们还不快点禀报皇上派兵守卫京城？他们这样做一切都是冲着我而来。既然王阿玛将这份差事交由我办，就由我负上全责。你负全责？我怕你负不起。四阿哥，你今次出手无非都是想在王阿玛面前邀功立威，但你都不应该将大清的江山拿来作赌注。十四弟，我今次推行新政，目的是为了令大清可以返回正确轨道，并不是如你所说为了个人尊荣。仁真，如果你的新政正如仁真所说那么不受欢迎，你是不是要想一想变一变？王阿良，新政就好像一剂苦药，它动摇了一部分人既有的利益，当然是有人不喜欢不接受，但你若然要大清沉疴顿起，
呢剂苦药绝不能。四阿哥，你真系执迷不悔。我系择善固执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我系救大清定毁大清，他日历史自有公论。系咩？我怕到时你只会更。好啦好啦，难得一家人一齐食饭，唔好再嘈啦。食饭啦。系嘅，阿娘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起身。谢皇上。京城外边嘅情形如何？回皇上，京城人心惶惶啊。其实八旗对新政嘅不满，早在朕嘅预料之中。皇上嘅意思系，如果一开始就对八旗屈服，佢哋一定会狮子大开口。如今经认真闹一闹。就算不成功，我哋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大得多。此一仗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就算仁真一旦受挫，朕仲留有一个八贤王，可以稳住大局。不过推行新政，亦唔可以操之过急。事缓则圆，系时候停一停，唔好再闹落去啦。皇上英明。朕只是愧对仁真，如果俾佢知道，佢只不过是一个得罪八旗子弟的丑人，就当系朕委屈咗佢。但为了大清长治久安，朕不得已都要咁做。奇人又喺度搞事。各位亲兵听令，一阵无论遇到任何挑衅，都要克制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一切听从我的指挥。出发。宁普，如果你哋对新政有意见嘅，可以商讨，但系唔可以喺度搞事。你哋咪想造反？系官逼民反。当日唔系我哋八旗子弟奋勇杀敌，会有今日嘅大清？康熙佢恩将仇报，我哋要攞翻我哋应得嘅银两同田地。人嚟，系。立难逢英，征和旗，守义德军功，扎定三方。得以离鸭，定八旗。受三等军功，杀敌二百；帮老罗达、双林奇受三等军功，杀敌二百。佢哋只系真正嘅八旗子弟，喺佢哋身上每一条伤疤都写住八个字：为国为民牺牲小我。你哋为咗一己私利，扰乱江常，最终闹事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枉称八旗子弟。你哋嘅所作所为，对得住大清嘅列祖列宗咩？你话我愧对列祖列宗？唯恐天下不乱，好，我就唯恐天下不乱俾你睇。兄弟，攞兵器。系。如果双方动武嘅话，必定会造成死伤。其人对朝廷嘅怨恨就只会加深。宁波，你净系识得煽动，自己就匿喺后边算咩英雄啊？计我话你一个缩头乌龟。懦夫，企度！仁真，你真系不知好歹，你够胆咪同我单打独斗？
看看誰是羅夫。好，如果你贏我馬上撤走，如果你輸你立即帶所有鬧事的人離開。好，立即带你的人离开，不要理我，上！四半啊，你杀不下手啊？是你把刀不够利啊？定系你怕你今日杀咗我，即系同普天下的八旗子弟为敌啊？夠膽你就斬我的頭落嚟，我睇下你點同八旗子弟交代。我哋八旗當日不顧生死，為大清效命，今日血未乾，你哋想背盟約棄信義，斬啊！你要萬歲爺背負呢個污名，就斬我的頭落嚟。將所有鬧事者全部收硬。如有違抗，依法處置。係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